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，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